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什么想叫的，尽情的叫出来，时间不多了。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 ending 呢，就要在我们这样一个浪漫的灯光的环境下结束了哈。当然，我们有请四位成员最后再说一下刚才看完这个 VCR 的感觉了吧？真的。Sorry， 就是我们要有一段 fans 准备的礼物给我们，而且把我们的舞从头到尾都扒下来，然后又那么可爱，还有小男孩。这样子都我们都不知道讲什么，一阵就飘走了。我们不知道，在来这边活动之前能受到那么多人关注，真的很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就是刚刚看到那个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在后面都有流眼泪。飞是真的，是真的。飞，好了，因为飞，毕竟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嘛，所以很谢谢你们。除了感谢的话之外，还是感谢一位。不仅仅是只有我们中国的成员，还有我们韩国的成员，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们，谢谢。네저도너무감동적이었고요이세이많이많이사랑해주셔서너무감사드립니다谢谢你们。谢谢大家的这个精心准备的这个东西，谢谢。对，영상보고너무다들너무很可爱，너무감동했고요더열심히하고싶은마음아니하고싶다는더열심히하겠다는생각이드는것같아요我们爱你们。这个以后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也会更加努力的那个来报答大家，谢谢。但是我觉得那个翻译的最后四个字没有翻译出来，他说的最后四个字是哪四个字？我爱你。对，我相信这也是全场所有的粉丝想对你们说的话啊。那欢乐的时光永远是短暂的啊，在这么浪漫的气氛之下，我们今天的 3D 专辑发布会告辞告一段落了，再次谢谢大家，谢谢你们。